Baby 日前因为到巴黎观赏 BLACKPINK 成员 Lisa 的疯马秀，遭到大陆网友强烈反弹，认为她在支持色情行业，甚至还传出被封杀。之后疯马秀官方二度大动作为她发声，说她根本没有去看，当然挡不住舆论的攻击。而 Angelababy 除了通告都被取消，平台遭到禁言之外，就连已经担任10年固定班底的奔跑吧13日公布最新一季名单，也没有看到 Angelababy 的名字，直接被节目强制登出，让大批网友看到后也揣测 Baby 真的是被软封杀了，估计以后都不会出现在节目。事实上之前 BLACKPINK 到香港澳门开唱， Angelababy 都有到场支持，甚至还一起在后台留下合照，完全是狂粉的程度，只是没想到单纯追星最后变这样。日前也有消息传出 Angelababy 被封杀后再找下家，经纪人如果离开恐怕会带走他所有的资源，就算之后有机会复出，可能也很难再回到巅峰时期了。Thank you.